的饭比较少，我吃完吃水果再吃。吃完饭吃什么？喝汤啦。喝汤，喝完汤呢？吃橘子再吃糖果，再去客厅玩。啊，再吃橘子，再吃糖果，再去客厅玩，是不是？哇，你那个水果软糖，你最喜欢的是不是？那如果你，哦，妹妹也是喜欢的，妹妹你也赶快吃啊！哦，妹妹快吃完，很快。那哥哥，如果你吃饭吃一吃，很想吃糖果，可以先吃吗？妈妈要先喝糖，我很想喝糖的时候，如果我先把饭吃完就可以。吃这些东西哦。对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要有什么顺序，对不对？你们小朋友排队洗手，不可以插队。那东西也是一样，有排队有顺序，知道吗？饭先吃，再喝汤，再吃水果，再吃你的。天然的水果软糖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开心！哇，妹妹加油！哇，妹妹快吃完喽！那我会追上小兔子。好，你是现在是当小乌龟，你会追上小兔子，龟兔赛跑。